所以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我们本轮的叫做心思你来猜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会请嘉宾到帘子后面进行情景演绎。那么请各位注意，等一下呢，在里面你会发现非常多的小心思，猜对了节目组指定的小心思，一个可以记一分。没错，所以就看谁找到更多，好不好？第一组要上场的是东君和文静，请上场。哎呦，衣服都换了哈，东君。哎呦，帅得了，帅帅帅帅帅，一看就好热。哎，小时候换一身麻料的了。首先我把前情提要跟大家讲一讲，这是一个约会的故事，他们认识很久了，彼此都有好感，于是在今天的东君决定要请文静在七夕的时候来约会，这里面呢会有小心思等着我们去发现。好，来来准备，请开始表演。等一下，你表演区在哪儿啊？你好占地方啊你。文静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好，停一下，怎么了？女生故意在灯下等人，显得自己很柔光。故意找这个角度哈。但是有时候你知道，路灯下那个顶光，那叫死亡光线，好吓人的我。好，来，晚上穿的袜红袜红的，就是让他一眼就能看到他。晚上应该穿一身黑呀、啊，不，黑着黑着，哈，非常好啊，但是目前都没中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好吧？继续往下看，来，这有啥心思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文姐，我迟到了。怎么你约我比我来的还晚啊？好久没见你了，见你之前不得打扮打扮？嗯，你今天这一身西装确实看你很少穿。挺好看的，但是怎么领带都是歪的呢？心思，哎呀妈呀，心思，哎呀妈呀，心思，来，急了，好，来，周周说，他那个男生一说完，女生马上就上手了，用动作来靠近他。什么叫上手？文明的，就上手了，上手，我就让他上手了。就是用肢体的动作，然后拉近距离。不对，啊，对，好，来。男生的领带故意是歪的，让他来弄。哇，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说，这个表演其实东君在那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，他故意把领带扯歪了。啊！哇！哦，这招好使啊！这招好使。那你要把扣都解开呀、啊？没来得及。等一下，他来约会，整个西装都敞开，像话吗？衬衫在外面飞着。那么这个扎微新加一分啊！好，来，好，继续往下来。怎么领带都是歪的？哎，好了，确实挺配的。那是人配呢，还是衣服配呢？我说的是你的领带和你很配。哎呦，走吧，老板来了，我们家的菜单。嗯，他们家的馄饨还有麻辣小龙虾是这儿的招牌，很多人都在打卡。他们家我已经收藏很久了，所有的菜我都特别喜欢。好，来上暂停啊，来赵又廷，来。我觉得他的小心思，因为他刚刻意的推荐了馄饨，是不是他在里面准备了什么惊喜？我只听说过饺子里面包东西的，没听说过馄饨里面包东西。馄饨里面包东西，馄饨里面容易顺着汤就进去了，啥也没见着就吞了。这不是正确的啊。好，来继续，来往下。嗯，这家店我收藏很久了，所有的菜我都特别喜欢吃。那就都点，老板都来一份。这干嘛，来迪哥，他说都来一份，做手势，别我。其实他特别抠，对不对？
适量，适量，弟弟，弟弟，我知道，别，适量就行。在他们约会之前，他肯定就跟这个老板串通好了，我要上一些什么，我要准备什么惊喜，然后用什么手势告诉他。就是他其实提前就跟老板有商量好这件事情是对的。来，丁程鑫再赢下一分。哎呀 ，cool！ 啊，来来来，继续往下。上菜啦，两位请慢用。哇，吃一下。哎呦，趁机摸手啊！来来来，几个。给女生下套，下手套，陷爱的陷阱，爱的圈套。迪哥，你是浪漫过敏吧？爱的圈套我喜欢，给他下了个爱的圈套。好，来继续。你看看你，怎么喝的还像个小孩子一样的？你俩忙的呀，没纸了。你自己来吧。好的。哎，来娜姐，娜姐，给他擦嘴，然后还说他像个小孩子，就他感觉自己是那种妈妈感的女朋友。妈妈感。妈妈，什么是妈妈感？这个逻辑我理一下，到底是妈还是女朋友呀？没有，就是会照顾人，会照顾人。啊，就很会照顾人。不对，不对，听一下东君下面这个台词很重要，来准备啊。哎。刚刚的味道不是纸巾上的味道。对啊，是你上次送我的香水的味道。我还挺有品味的。他喷了他给他的香水，告诉他很喜欢他送给他的礼物。不对，刚才有个细节。哎呀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在拿纸巾的时候特意甩了一下。不对，来，他拿纸巾的时候是不是故意掉了一张？不对，重点在纸巾，抖了一下。不对，纸巾先擦了自己的手。不对，纸巾，纸巾，那个是他自己的纸巾。不对，从他包里拿出来的。不对，你是个变魔术的。不对，来，我提示一下，桌上有几盒纸巾？两盒。他拿。然后呢？他故意拿他面前的。他明明可以拿自己面前这个，他非要站起来。哎呀。刚才最先说出这个答案的是迪哥。好，抱歉啊。好，来继续。那我上个洗手间。好，我等你。文静，七夕快乐。你是要跟我告白吗？那如果是的话，你会同意吗？你想知道吗？想啊。那我下一次告诉你。哎呦，好啊。谢谢两位。好，刚才呢，我们祝贺问心有愧和这个扎微心，老秦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呢，没有能够踩重点。